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看莲生法王卢盛彦在美国西雅图雷藏寺主持周六同修之后，针对网络上弟子提出的疑问所做的精彩宝贵法语开示。他们真正有研究这个五行，研究八字，研究这个风水、地理、天心跟人本身带多少光。我讲过的，人啊有时候带走日光有多少，夜光有多少，星光有多少，你出生的那个时辰就带走日夜星跟所有的光来转世的，来出世。像所谓炎天罡的是平梁吧，师尊是四梁，师尊的命格是四梁七，师尊的命格是四梁七，炎天罡平梁，懂得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板神术，铁板神术是谁？黄极金术化为铁板神术，铁板神术的师父是谁？上元。啊？上元。少康杰，没错，少康杰，铁板神术是很准的。如果你依照命运这样子走，它是这样子的，少康杰是算你的年月日时分，年月日时分。这五个算出来，他算，因为我们一般人只知道你是哪一年出生，哪一个月，哪一天，哪一个时辰，我们一般都知道这个。但是一个时辰里面有，这在时辰当中啊，一分钟有六，一个小时有六十分，他依照这个分给你算。到哪一个分，你是几分出生的，然后给你算，你只要中了一条，你的父亲属什么，母亲属什么，父亲姓什么，母亲姓什么，对的话，底下的全部按照铁板神术这样子算，所有的数目按照少康杰所讲的命书，少康杰他有铁板神术，有第一本、第二本、第三册，一共有很多条，第几条算出来，第几条是你的命，第几条是你的命，第几条是你的命，然后打开来没有不准的，甚至于哪一年你会领多少薪水都给你算出来，哪一年你会有一个骗子来骗走你的钱，那个骗子姓什么，都在上面。哪一年你会遇到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属什么，都会写出来。你有几个男的，几个女的，那个是少康杰少子艺术，少子艺术，炎天罡，刘伯温，东方社，李淳风，这个都是我讲的，这些人都是半神人，半神半人，他们都是有来历的。告诉你，师尊也是半神人。
就是这个样。我在这个瑶池金母的地方看到了几个半神人，我都见过的。啊，有些算命是真的很准，很准。他如果是铁板神术，他算你第一个准以后，给你几个号码，你去查那些书，没翻过来就是对的，从头到尾，你的命运就在其中。那是邵子医师，那是邵康节，还有严天罡、平良，你自己都会算，你自己看看你的两多少。我的是四两七，四两七，四两七，就是年月日时算出来是四两七。四两七的命是怎么样呢？六亲无靠，老来发达。六亲无靠，老来发达。六亲无靠就是说你不用靠父亲母亲，不用靠兄弟姐妹，这个六亲你是一点靠都没有，靠山靠山山倒，靠人人跑。真的，我也不靠父亲，不靠母亲，不靠兄弟姐妹，通通没有，靠的就是自己。老来发达，越老越香。我就是这个命啊，老来发达，就是这个命，其他没有。你去看严天罡、平良，你自己会算。老婆讲，老公，人家在 shopping 看到几件漂亮的衣服，很想买。老公说：“别买啦，你的衣柜都放已经放不下了，你还买？”老婆讲：“好吧，不买衣服了。”老公说：“你好乖啊。”老婆说：“对呀，我们现在去买衣柜。”人的欲望是不满足的，知足啊，要知足啊，知足的人就有福了。师尊到现在没有欲望，没有了，欲望没有了，要知足。真的知足的话，你才会有福分。各位观众，莲生法王卢胜彦每周六在西雅图雷藏寺带领同修，并且讲解《维摩诘经》，星期天在彩虹雷藏寺主持护摩法会，欢迎您传真报名以及收看网络直播，详情请电0492312992。燃灯杂志是真佛宗最受欢迎的杂志，不但发行全世界，广传真佛秘法，并且记录着当代法王卢胜彦所有弘法的精华内容，值得珍藏。欢迎您加入护持的行列，详情请电0492312992。老张到市场要买这个牛皮，老张就问老板：“这牛皮可以防水吗？”这老板讲：“废话，你看过牛在下雨天撑伞吗？”牛皮是防水的，牛皮防水吗？应该是防水的。牛的皮，买牛皮做什么？做衣服。嗯。哎，牛皮做的衣服可以防水吗？
师母说不放水。哎，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用三个字去总结，这三个字是讲会过去的，会过去，会过去。我用这个方法来解除师尊的忧愁跟烦恼，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会过去的，有时候我们人生病会过去的，哪里会痛，会过去的，不要忧愁，会过去的。你今天遇到不好的事，会过去的。人家今天骂你，会过去的，你就不烦恼了，不忧愁了，什么事都会过去的。有时候我说法说得不好，不流畅，觉得更乖更乖，觉得更乖更乖，上面叫更乖，谈话就更乖。今天说法说得不流畅，更乖更乖，我回去就讲会过去的，就过去了，也不烦恼它，过去就过去了。所以《金刚经》有一句话讲，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也会变成过去，未来的会变成现在，现在的又会变成过去，所以你愁什么？你忧愁什么？有人忧愁地震，你愁忧愁，你忧愁什么？会过去的，震过了就没有了。震过了，难道还要再震吗？震过就没有了吗？对不对？反正大家都一样吗？那我没有忧愁，那你有忧愁，那白忧愁吗？对不对？反正大家都一样吗？你说房子会塌会倒，大家房子都倒了，还不是一样？对不对？会压死人，啊，压死就压死了，压不死的还是压不死啊，压死了也算了，压死了就嘣一下子，你不就往生佛国了吗？对不对？你不被压死也就算了吗？啊，有什么都会过去的。我就是这样子想，所以告诉大家，不要忧愁在先，也不要忧愁在后，反正大家都一样。其实释迦牟尼佛有讲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涅槃极境是什么啊？通通都过去了，就涅槃极境了。简单的现实的讲啊，涅槃极境是什么？反正地球爆炸了嘛，你忧愁那个流星撞地球有什么用？那流星撞了地球，这个流星很大，跟地球一样大，这个蹦，两个流星，两个地球就全部完了，你也完了，你愁什么？反正大家一样啊，涅槃极境啊。酒是个好东西，李白喝了他就写诗，
吴松喝了，他可以打斧，吴松打斧啊，我喝了呢，就只有想你啊。酒也是不好的东西哦，喝了不可以驾车，叫计程车回去。然后喝酒经常会做错事情，断了信就不好了，不能喝酒醉。我告诉你，我们看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一个是74岁，一个是77岁，对不对？一个是74岁跟77岁，两位老人为着一份工作这样子用力去吵架，而且还冒着生病的危险抱病参加，还在工作。想想这两位老人都那么认真，年轻人你们在那里拖懒干什么？还不好好休息？对不对？你看这两个老人，一个74岁了，一个77岁了，为了一份工作还在那边拼。现在是最后关头啊，还在拼，你拼我拼，你死我活在那边拼。你们年轻人还不赶快拼着修法？我骂你白面。各位观众，莲生法王卢盛彦每周六在西雅图雷藏寺带领同修，并且讲解《维摩诘经》，星期天在彩虹雷藏寺主持护摩法会，欢迎您传真报名以及收看网络直播，详情请电0492312992。想要了解真佛宗每周最新的新闻，您一定要看真佛报。真佛报有真佛宗的最新公告资讯，有世界各地道场的讯息，有善知识的心得文章发表，有最新的医药常识分享，有济世助人的真实报道。更重要的是，真佛报报道了根本上师莲生法王的最新动态以及最新的传法开示，欢迎上网阅读或来电免费索取，详情请电0492312992。给你点上心灯，节目这个阶段我们再来看莲生法王卢盛彦在美国彩虹雷藏寺主持护摩法会之后，针对网络上弟子提出的疑问所做的精彩宝贵法语开示。我们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16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济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护摩的主尊大力金刚。师母丹真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师姐好，师姐好，
こんにちは。大家午安，大家好。愛してる。シャランエ。オーラアミコ。ケケロムチョ。すごい。一番。気持ちいい。準備。ヤピ。プリンプリン。こんにちは。那么今天我们的父母是大力金刚的父母啊，其实这一尊呢，它有很多种颜色。那么因为是金刚神，所以我们用蓝色。其实也一样，有红色，有黄色，有白色，它是一面四倍，像金刚神一样的站立，左脚伸，右脚屈，还有黄金色的华幔。往上竖立，以那迦来竖法，那么他的形象是令人敬畏的愤怒像，身为虎皮琴，顶在日光璎珞。那他的本地呢，也就是阿弥陀佛，本地就是阿弥陀佛。那他有 很多尊的，也就是说文殊师利菩萨，他变化成为大威德金刚，他的本地是阿弥陀佛，他的身子有瑶池金母，浮尘就是瑶池金母，持着金刚棍的就是莲花童子，另外他又是地藏王菩萨的侍者，所以他是由莲花童子啊、瑶池金母、阿弥陀佛、地藏王菩萨合一的一尊。这个地藏王菩萨有六世者，其中有阎摩使者、持宝童子、大力使者、大慈天女、宝藏天女跟摄天使者，其中的大力使者就是大力金刚。这一尊呢也帮过师尊的忙，那时候这个很多的鬼到我家里来，那一次呢我在半夜的时候惊醒的时候啊，这个口中呢就打开，结果大力金刚从师尊的身体里面这个现出来，跟四方的不动明王跟大力金刚去引战所有来侵犯的鬼咒，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就把那些鬼众完全清除干净啊！这是大力金刚，他也帮助过师尊，他也试验是真佛宗的护法，真佛宗的守护神、守护金刚，他可以做习斋的。习斋呢
可以用浮尘，可以做真意的，真意用金刚手，降伏呢就用奇克印，降伏就用奇克印。那么敬爱呢，它可以用金刚手，也可以用金刚棍。所以这一尊是很伟大的护法，而且几乎只有真佛宗才有这一尊啊，别的宗派很少用大力金刚的。那么现在呢，也通知大家，下个礼拜天10月25日下午3点 PM 是麻利支天菩萨的护摩法会啊，这两尊在一起，这两尊就是真佛宗的试验护法，试验护法。麻利支天菩萨他的手印呢，是这个手印跟大轮金刚的手印是一样的啊，大轮金刚的手印是一样的，麻利支天的手印，他的咒语就是 Om Mani Ji Soha，是民众 Om Mani Ji Soha。 这一尊呢，按照经典所说的，他是在大日面前举手的，他的金刚号叫做战威金刚，战威金刚，战是战争的战，威是威武的威，战威金刚。那他的这个法座在大日之前有7只的金珠托着他的法座在奔走了。